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石涛聚焦。我们上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有些人的，在我眼睛里不咋地的看法。刚才有朋友说：“涛哥，你说话挺狠的。”谈不上，其实我们一直是这么描述的。原因就是我们讲节目讲，我讲节目讲时间太长了，14年了。但是呢，很多内容就是发生事情的内涵呢。在我眼睛里从来没改变过，这是非常悲、非常非常悲剧的事情啊！非常，我们今日点击2007年开始，我们新开了一个账号，就是现在大家做起来的账号。有朋友还挺用心去查了，说：“哟，涛哥那账号是2007年的，是那个账号就是今日点击的时候出来的，所以。”这么多年，其实很多分析的内容、重复的内容、发生的事情内容是重复的。我个人看待问题的观点有所改变，啊，坦白说，我自己以为比原来有所升华很多，啊，升华很多。那但是呢，在讲述当中呢，也难度蛮大的，因为朋友们遇到事情，就是我们碰到的新闻概念确实雷同。这是一段视频，这是德国之声的记者。德国之声里头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呐。德国之声的记者到郑州去采访水灾，被河南警惕性极高的郑州的老百姓们几乎要给打他一顿，问他是不是 CNN 的。河南的老百姓们非常憎恨 CNN，而 CNN 呢？确实，在美国媒体当中呢，几乎是半拉共产党的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原因就是说，那些老百姓不许那外国记者去报道事情的真相，只许说中国的好话，不许说中国的坏话。你说还有救吗？就是这么段视频，这是发生在郑州，采访的人是德国之声的，他们围堵的那个德国之声的记者呢，这个记者是个中国人，会讲中文的。德国之声里面有女记者，就是共产党员。那拍摄的那是个洋人，那围攻的，我们看有老爷们儿30来岁。有小姑娘20来岁，啊，有很啊，你要大家听我说，一群明白人，那去质问他们是哪儿的，你们都是哪儿的，你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拍？那你们为什么是不是有可能会说中国的不好？你们不许说中国的不好。这是今天我们跟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了。非常真切的故事啊，跟大家分享它的原文。这是这个视频，我们刚才看到的。刚才他围攻的是那个摄影师，那
不许那摄影师是抓那摄影师，不许他走哈。那个女的说了，那羊头那个小丫头说了啊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大家听我说，那所有这些人都是爱国者，你说他们年龄有多大？他们很多人没有经历过八九六四，他们没经历过女排获第一次获胜时这一天同一天哈，女排输了，没有都没有经历过，但他们非常爱国。他们非常自觉，他们认为掩盖郑州的水灾的真相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，绝不允许老外嘲笑我们，绝不允许老外嘲讽我们，绝不允许老外借助事情的本身去说中国不好，所以我们都有责任去掩盖所有事情的真相。有责任封堵事情的真相。事情的真相的本身呢，大概有6辆大 bus，从8辆从死人隧道里拉出来，用黑布全都遮上。